上海不同工资的人辞职。领导，我不想做了。啊，熊主管怎么回事啊？我在公司也干了好几年了，就感觉自己在公司发展有限。哎呀，熊主管，你的付出公司都看在眼里的。哎，正好 C 部门经理有个空缺，我帮你推荐一下。那行，那谢谢领导。哦，这样也行。哎，领导，我不想做了。哎，熊主管是骨干，你这点工资就算了吧，对公司来说可有可无啊。啥？哎，叶师傅你怎么了？啊，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我去帮你开掉他。妈，搿死人的打游戏还是死啊？我觉着风水不好。我操，这也算理由？但领导肯定。我觉得是你那个窗口外面有棵树啊，所以一直树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搬到公司的银龙鱼缸旁边去做，一直银，怎么样？啊，可以可以，哥们，我再试试看。这也行，那我也。哎，领导，我不想干了。嗯，去人事部办手续吧。啊？哎，不是，这，没事就赶紧去吧。再过会儿人事就要吃午饭去了，早点办，下午就可以不用来了。